小鲁班，你别以为你有加速装备就能为所欲为，你给我等着，小白白，我们走。哎，扁鹊博士，帮个忙呗。啥事儿？我们在快跑比赛里被小鲁班用黑科技给超车了。那这你们应该去找狄仁杰举报啊。听说你在研发超能加速剂，我俩愿意做试验品，药水给我们用用吧。这种小道消息你们都知道，既然你们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拿去吧。只要喝下这个，百米加速0.5秒不是梦。哼哼哼哼，有了这个，小短腿你输定了。拜拜了，二位，我要中箭了。卤蛋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什么？小卤蛋，拜拜喽！可恶，看我的机械飞爪！怎么会这样？孙策和鲁班七号使用外挂，新白使用违禁药物，违背了王者快跑的体育精神，取消成绩，终身禁赛。唉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。